台上一楼高秀家属。妈！遭电击撞破水族箱，男子割伤失血亡。新北市35岁男子杨家正，昨天他三重租屋处突然跳电。大腿属膝部遭玻璃划出20公分长的伤口，专家表示更换螺丝开关应请专业的水电人员处理，如真的得处理应关掉电源，戴绝缘手套，穿绝缘橡胶鞋，避免触电。东新闻新北市报道。